以下落嚟，你会睇到琴晚黑恐怖在线最精华、最精彩嘅部分。当然，如果你想睇晒琴晚全集嘅节目，读呢个 QR code 上翻我哋嘅网站，成为我哋嘅付费会员嘅话，梗系可以睇晒全集啦。哇！我原来后边咁劲嘅，好劲噶！哎呀，好啦，我哋今晚嘉宾 ，Hello， 大家好，上嚟啦，终于上嚟啦，系啦，永仪 ，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你好嘛？喂，呢个 MV 咧，好好反应喺呢度，系啊，多谢晒各位观众，系啊，即系尤其是后生嗰啲咧，系都中意呢啲玩嘢嘅嘢，冇错，喂，后生就容易接受到啊嘛，系啊，咁但系我相信咧，成个。MV 的製作呢，我覺得是近年之中是一個很破格的事。哇，多謝多謝， 我都覺得是、有一個突破的，即是的，還有個歌路也是的，歌路也是、即偏偏少少啦，去到 chorus 就系冇咁偏嘅，但系要顶得住前边先，要顶得住前边嗰 part。喂，你用我顶嘅，系啊，喂，作曲嗰啲喺度。唔系啊，即系因为佢个低沉嗰个音咧，唔系个个都咁样噶。喂，但系你其实一路喺近年嘅唱歌风格都系走一啲比较偏少少啦，黑暗啲啦，呢个咪已经去到好 extreme 噶咯。其实呢个对于我嚟讲唔算系最黑暗噶，因为其实。MV 里面是有少少搞笑的元素嚟嘅，同埋词里面多啲幽默感的，黑色幽默嘅，系啊系啊系啊。OK， 咁但系啱啱就系嗱啦，唱片公司同我讲，泳儿有首咁嘅歌，我谂咦，点解突然间又唔系七月节啊，嗰啲咁样啦，点解会呢个时间出嘅？其实冇谂嗰阵时系话咪为咩节日而出啊，纯粹个 topic 系想写人同埋鬼嘅嗰种对比嘅，系啦，其实主要系想写人比鬼更可怕。唉，从来都系啦，系，其实鬼之前都系人嚟噶嘛，系，唔知点解佢。可能是帶怨氣而走咪更好，冇錯啦，冇錯，即一定是有些原因，佢可能嗰啲係唔係死於自然啊咁樣，咁咪有啲事發生啦。咁所以我今晚就揾阿泳儀上嚟傾下偈，講下啲靈異事件啦。喂，拍個 MV 有冇鬼故咧？有冇遇到 ？Touch wood 啊 ，Touch wood 係冇嘅，但係即 MV 裏邊間屋啦，係好有即揀好好咯，好有嗰個氛圍咯。嗰啲係真嘅，唔係搭出嚟嘅咩？唔係搭出嚟，係真係有人住嘅一間唐樓嚟嘅。係係啊，咁我覺得反而拍攝嘅時候，因為好多人喺現場，其實唔會好驚嘅。咁但係佢成個間隔啊，同埋裝修咧，都係好有拍呢種鬼片嘅嗰個味道喺裏邊咯。係啊，咁冇話真係撞到嘢嘛？冇，但係我想知你哋睇個 MV， 即係睇有冇、哦？有咩特別嘅嘅嘢見到啊？我當然睇唔到啦，我當然唔知啦。好嗱，既然泳儀想知嘅話，不如咁，我揾一個我哋節目御用高齡人士哦，咁佢就應該睇到噶啦。OK， 咁佢係馬來西亞嘅一位觀眾，我睇下今晚有冇睇節目先。喂，黃小姐，嗱，泳儀咧就好想睇下喺 MV 裏邊有冇嘢其實唔覺意拍到嘅，係咪？嗱，如果係嘅話，喺呢度睇啊？我而家聯絡下佢先。OK。咁如果佢得呢，阵间我哋封烟俾佢。哦，好啊。睇下头先个边个部分，会唔会喺你隔篱其实都有嗰啲咧？咦？但冇事啊，嗱，就算佢喺度，佢都冇搞到你哋啊。啊，百无禁忌。咁有冇装下香嗰啲咩噶？我谂导演组佢哋系有嘅。喂，因为你系有宗教信仰。因为我有宗教信仰，咁我就可能系啦。咁但系佢哋应该拍摄嘅程序上面，佢哋应该有做呢样嘢。同埋扮鬼嗰啲有冇封利是噶？咦？哎、我唔知道、啊，我相信有咯，我相信系会有嘅，真系要嘅，系要啊，要噶。如果唔系就唔老礼噶。咁、啊、扮鬼嗰啲有冇时候有咩嘢啊？都冇啊，喺 IG 都有倾有讲咁样，真大家都好满意个 MV。我哋试下揾下作曲嘅 Noah Boys。Noah Boys， 揾唔揾到佢哋？唔知啊，揾唔揾到啊？都睇节目过，听讲系啊，好似另一半都话喺睇个节目度睇到个 MV， 跟住咪弹我头出嚟咯。系啊，嗱，过去嗰两个礼拜不停弹泳儿、啊，多谢你。咁大家就揿啦，一撞到正就我哋送啲四叶水俾佢啦。睇下今晚有冇机会，我用啲方法点样撞到正又送啲嘢俾佢。好啊，好嘛，我谂一谂先。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喂，咁啊，加下货先啦。加下货先系。系啊，有啲嗱，我系冇听过你喺任何地方讲鬼故。最近有少少咯，但系我自己即本身 touch wood 啦嘅，冇真系话一啲经遇到一啲经历嘅，但系喺我可以 share 嘅就系喺我
四啊，唔系六年前，哦，曾经住过一个地方，我觉得系同我真系唔夹嘅。我系第一次系觉得系真系可能有啲特别嘅 frequency 啦，因为我喺嗰度第一日搬入去咧，搬嘢，我男朋友系整亲只手嘅。是流血流得好犀利，第一日是缝了14针的。哇，咁夸张！喺手指嗰度，系啊，14针。咁冇遗嘢啦，我觉得系可能系一啲即系咁啱撞到正咁样，系啦。咁之后有啲咩发生就系、是、喺我发现咧，我系喺间屋度系瞓唔到觉啊！我系觉得我系年半都冇乜瞓过好一个熟睡嘅觉。唔系啩？系啦，跟住之后我就开始有好多嘅身体上边嘅唔舒服，例如失咗声啦，皮肤又唔舒服啦。咁当然当时都好多其他嘅压力啦，可能会导致咁，所以我就冇谂。但系一样嘢我系觉得好奇怪嘅，系我份面咧个面色啊系变嘅，系又变咗绿紫色咯。系我本身自己都唔知嘅，系有一次上台，唱歌嘅时候，有个同事就我落翻落嚟，跟住就讲话，点解你佢块面紫色咁样嘅？唔系灯光唔系成，嘅。咁我就我即系觉得，都系奇怪嘅。咁越住越住都唔舒服，最后我系未完咗之前我就搬走咗啦。咁要赔钱嘅？冇赔啊，即系总之剩翻嗰啲要继续要俾租咯。咁样系啦，咁我姐姐。嗰陣時咧，我走咗之後啦，佢先至同我講翻，係啊，佢話佢聲稱佢自己係有見到咯，同埋佢即係可能 off day 嘅時候同其他姐姐傾偈咧，就話望過去好多即係其他嘅住户啦，因為佢有個天井位嘅，咁天井佢有個平台，個平台咧就係一個天井咁樣嘅，即係周圍都包圍住啲，即係你見到天井嘅。又唔係，即係天井，總之佢四周圍都屋咯，即係好似天井咁樣嘅一個氛圍啊！即係四埲牆，但會見到嘅天空嗰啲啊嘛，天空見到天空嘅。哇！呢啲係容易喎，係嘛？係好多香港屋邨咧，就係咁樣容易跳樓嗰啲咧，就係呢類型井字型啦，叫做。即系佢哋叫井字型咯，系啦，类似咁。咁佢就话其他人会成日无啦啦会见到有啲嘢喺嗰度企喺嗰度嘅，我听完之后就哇，而家先同我讲噶嘛。咁唔系间屋系有咩事件嘅系咪啊？冇 check 到。我 check 咗，即系我当时去租嘅时候 check 咗就话冇，我直情睇埋嗰阵时未有信仰嘅时候就睇埋所有嘢就冇嘢。睇埋信仰嘅，即系意思风水嘅。系啊，嗰阵时系有睇过风水嘅、即系佢话 OK 嘅咁样。佢 OK 嘅，哦，系啊。咁你真系要话俾佢知你睇边个风水师？搞呢个真系唔讲得。咦，最值钱呢个部分，冇朋友咗啦，系嘛？咁又唔系，我即系自从我之后，即系有咗信仰之后，我就冇去谂啦。哦、但系我就觉得，总之系有啲人唔夹咯，一定系。可以咁講嘅，即係你唔夾唔等於嗰個唔夾噶嘛，係咪？有人住到風山水，跟住嗰個住到嚇，輸錢咁唔知點樣，係啦，咁都總係要夾嘅好多嘢咁樣。咁不過你頭先講過屋企嗰個感覺啊，真係麻麻地啦，係，因為如果你咁樣好似困獸鬥咁，同埋冇陽光入屋咯，完全冇啊，好少，好偶然先會有一條罅咁樣入咧。其實都我覺得哦，原來都係一件即係，係啊，你就算唔係講風水或者咩，即係一間屋裏邊真係要有啲陽光光猛先係好咯。你講唔得邊一區噶？唔得噶嘛？都係冇啦。係咯，冇啦。嗱，我知啦，頭先講係啊，都係冇。喂，嗰區咧唔係人人啱住噶。系，我都听你知唔知啊？系，因为嗰时好急住要搬啊，系，跟住就觉得哇，都几好啊，装修又几新净，咁啊又平台，又好似可以 barbecue 咁样就，咁就住咗就住咗佢啦，系啦。咁但系男朋友咧，佢有冇事啊？佢咪第一日就已经唔系之后咧，即系嗰啲面色啊，各样佢又冇事，但系我系同佢喺个屋咧成日闹交嘅。哦，搬走咗之后咧，又冇事，就冇乜闹交咯。系，系好奇怪嘅，我觉得。但系我喺嗰度系赚到钱嘅。多啲钱又系咁讲，系啊，又得意噶喎呢啲，系咪又得意啊？系啊，但系我又使咗好多钱去睇医生。咁你拣啊，真系，咁可能佢因为阴，你当系有先啦，阴嘅嘢就容易聚咗佢哋嘅气啦。咁但系可能佢真系中意听你唱歌，去帮你唔出奇。但系呢啲系唔可以咁接近噶嘛，即系佢都唔知道我原来伤害紧你，我影响紧你都唔知噶嘛。哦，原来系咁。系啊，咁咁咁就真系冇办法，冇办法啦，系啦。咁呢个系纯粹叫感觉唔好啦，感觉唔好，但系冇
肉眼見過啦，我自己就 touch 會係冇冇嘅，係啦，係，但係聽翻嚟好多啦，聽翻嚟都有嘅，聽聽一啲 share 一個咯，最近都係 friend share 俾我，就係、是、台灣在線無鬼媽，我係 Billy， 我係 Wing 仔，而家天都黑啦，估唔到咧，仲有咁多靚女喺度打卡影相喎。真係用四個字嚟形容，夜夜恩哥。咩夜夜恩哥啊？夜夜生哥啊？恩哥啊？唉，唔好理咩咩生哥定恩哥啦，我淨係知兩樣嘢。第一，我係 Ring 哥；第二，我哋今集去恩哥。我仲有第二係咩啊 ？Billy 哥添。你又想？恩哥係陶瓷業入邊嘅龍頭大佬啊！喺恩哥嘅第一站，我哋就去咗呢個蘆葦叢中嘅美術館。唔知道個館入面又有啲咩睇呢？轉個頭，我哋就去咗呢個恩哥路街。我哋捐嗰個山洞之後咧，我哋做一個體驗，有一個 Miss 親自教你捽陶瓷啊！捽個腦都好靚。點解成個骨灰庵嘅咩？唔得，我唔可以整嗰時候金塵。如果想睇下我哋嘅陶瓷做翻你點嘅樣，記得留意我哋台灣在線冇鬼媽啦。知道未支持嘅就快啲支持啦，支持咗嘅咧，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啦。拜拜。有一個人即係去出 trip 啦，夜媽媽就瞓覺啦，跟住佢就望電話啦，望咗一陣間就好恰著咗嗱，就瞓著咗啦。第二日起身，佢開電話睇，佢見到一張相。是自己的相片即是自拍相的嘛、有那张相有他的样子、哦、那张相是在 天上面拍下来、即是他自己不可能拍到这张相就是这样 top shot 这样拍下来见到样子的见到那没有人帮他拍到不会他自己这样不是咯但是睡着了、哦、是啊咁跟住咧，我佢就所以佢就谂紧系边个喺个天花板影佢咯，但系冇人噶喎，其实即系嗰个酒店里边得佢一个人瞓，系冇人会爬上个天花板顶咁样去亦插一张佢嘅相，跟住就 save 咗喺个电话度。咁但系都有人要 send 到俾佢先得噶，就系冇人 send 俾佢啦，无啦啦个电话里边有一张咁嘅相，唔知边个帮佢影嘅。哇，咁好惊喎都好惊嘅呢个。咁冇后着嘅，就冇啦，冇后着啦。但系咁张相。张相佢又冇 send， 我个朋友冇 send 过嚟，总之就系咁啦，就听咪就听过呢个故事咁样咯。喺边度酒店？咦，好似系啱啱你，好似啊，我唔系，好似佢话系 Malaysia 吓、啊，啱啱好似喺马来西亚翻嚟嘅，你唔惊啦？唔系噶，我都濑过嘢噶。真系咩？可唔可以分享？嗱，我观众系全部都知噶啦、啊，不过即系见嘉宾喺度，咁我讲少少啦，泰国嘅。即系我长话短说啦， okay. 我真系俾啲相你睇。哦，你够胆先算。我有张相就咁俾你睇。吓、啊，真系咩？系啊，得你就知佢睇。O K， 好，就系我去一个灵探嘅地方，带啲观众去嘅。咁、那个地方咧系一个半荒废嘅庙宇。嗯。咁、那个庙宇咧系个和尚啦，即系泰国啲和尚啦，佢系用一啲人骨、嗯、或者人做成啲粉末啦，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公仔嘅、哦。即系其全部都系都是那些驚嚇樣的、okay. 其中一個呢就類似守住門口的女性來的穿著紅衣服的我去到的時候呢因為我恃著自己不太見到這些東西我就要覺得我要將第一手的資料帶回來香港、啊、我就拿著手機不斷拍不斷拍但那些人像是穿著衣服穿著衣服穿著衣服、哦、我因為事前有人已經說見到這個公仔的靈體出來了我就已經覺得很興奮、啊哇！今次揾到呢個地方幾正喎，咁樣咁我一去到嘅時候就冇做任何嘢啦，我就懟住個手機喺右頭 panel 尾咁樣咯。咁可能係咁就得罪咗佢。咁跟住我就喺現場就有屙又嘔咁樣咯。跟住有人就見到呢個靈體好惡咁望住我咯。咁甚至乎要翻到嚟香港處理啊，要拜啊咁樣咯。OK， 即係呢單嘢都係幾不可思議嘅。即係對於我嚟講，我冇見到任何嘢，但係純粹就身體唔舒服，突然間唔舒服喎，係。都会突然间噶，屙呕系我好少咁样咯，连续发生咁，第日都出唔到个行程，去唔到嘅，我要喺酒店咁样。嗯，哇哦，系啊，我整俾你睇下。好啊，系咯，系观众睇过晒噶，睇过晒噶啦。喂，马拉王小姐回应你啊！啊好啊，咦，王小姐，系啊，你好啊，系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 ，Emily 你好 ，Vince 你好 ，Vince 喺度啊，系你好 ，hello， 有冇见到嘢啫？
直成个 video 咧，我讲讲老老实实嘅吓，我冇见到嘢。哦，呢首歌拍，呢首歌拍得好正，你个张力好够啊，好好听。我太喜欢呢首歌，真正系张力十分够咗啊！你知唔知佢好少话见唔到嘢噶？哦，系啊，十次有九次都见到噶。哦，我总之话好多嘢，我以为佢话好正嘅。真系冇咩？或者你间屋佢根本上唔知啦，因为你个 shot 咧，每一次你 pan 过都比较短嘅，哦，睇落啲系根本就睇唔晒啊嘛。系明白明白嘅。所见嘅每一个角柜咧，我系冇睇到嘢咯。哦，讲真咯。Okay, 做足晒功夫，安心嘅，安心嘅，安心嘅。O K。但系佢话唔系，你今日有嘢更新。我有大红包更新嘅。系啦，你今日有喎。O K 系嘛？冇事，冇事系嘛，黄小姐。冇事啊，冇事。我就好欣赏呢首歌咯，呢首歌张力非常非常好，真系。多谢你，希望可以去啊马来西亚唱 live 俾你听下。哇！好好好啊！你有冇唱过 live 啊？有啊，唱两次啦。唱两次。系啊。O、okay, K，、啊、喂，其实好少啊，两句同阿黄小姐讲完嘅，佢一定话嗱，呢度有，嗰度有，定系佢压制住咗自己啊？应该唔会嘅，咁系冇。O K O K O K O K， 我惊我以为吓亲我啊，冇嘅冇嘅。唔系你可以以后唔好喺 in house 咯，你系 outdoor。或者去啲庙宇啊，或者系啲坟场啊，咁样，诶，肯定有咯，咁就。咁我又唔系好想。但系你应该有佢马来西亚灯台啩嘛？有。有冇个云顶？有。系。咁我出咗嚟真係冇见过实体，就我因为太多人讲啦。係囉。我係因为嗰时係我其实係一个好驚到呢唔可以自己一个人瞓。嗯。即一个酒店房嘅。同埋有时佢哋好好对 artist 就好大间房㗎嘛。啊啊、所以我係成晚冇瞓过觉㗎。係、哦、啊。反而咁冇事囉。但係起身即个块面係灰色㗎冇瞓过觉㗎嘛。真係唔敢瞓。唔够胆啊！所以我而家出 trip 我都系好啲噶啦，而家 connecting room 就可以，即系连通房我就可以咯。因为隔篱就系自己人咁样，即系觉得好似有个人喺隔篱咁样咯。哦，系啊，系、okay、啊。喂，黄小姐，佢话冇啊，几好啊。嗱，即系佢去甚至乎去云顶都冇事发生，所以佢系咪好好运咧？你觉得佢气场好好咧？唔系嘅，你咪叫佢去云顶，唔好带啲符啊、啲牌之类嘅嘢，咪住一晚咯。咁佢有大佬噶嘛？佢有耶稣噶嘛？系咪先？唔使惊。我就会祈祷噶啦，而家有苏哥嘛？哦，系啦，有苏哥咁就系咯。好啦，喂，多谢你回应啦，黄小姐。唔该晒。好 ，OK， 好 ，Thank you。好啦，拜拜。嗯，好，拜拜。拜拜，好少可真系。好少可啊！绝对好少可。喂，睇下苏哥咧，苏哥。今晚有件事我哋要 follow 嘅，咁我讲翻少少先，因为可能琴晚付费观众先知道啦。咁有位观众打嚟，咁啊琴晚讲开就话咧，佢由细到大咧都好惊见到耶稣个像。哦，点解咧？尤其是甚至乎佢听到人讲耶稣，佢都惊。即系惊到可能真系会震啊，或者系控制唔到自己咁样啦。咁我就初时谂啊，你系咪因为身体里面有灵体，咁你见到一啲神圣嘅嘢，咁你有机会惊，咁系唔出奇嘅。咁、哦、但系佢又唔系，咁即系佢可以入其他庙宇啊，咁佢又完全冇事嘅。咁不过佢突然间讲咗一样嘢，就话佢试过喺佢梦境里边咧，佢见到自己系一个唔知咩世纪咁样啦吓，或者系啲中东嘅地区咁样啦。咁佢见到好多人群嘅时候，佢当时嘅情绪好唔开心，但系突然间见到耶稣嘅像喺前边，然后佢就可能冇咗记忆。咁跟住我就话：咦，呢个会唔会系你嘅上一世嘅记忆啊？即系佢临死嗰前嗰刻。哦 ，OK， 系啦，临死前嗰刻佢见到嗰个景象，就见到耶稣啦。嗯，咁所以佢而家带到来呢一世嘅时候咧，佢一见到耶稣就，诶，冇噶啦。而系睇到最精彩、最緊張嘅部分，就俾人 sharp cut 咗噶啦。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因為你仲爭一步，爭緊呢部 do 呢個 QR code 就成為咗我哋嘅付費會員。當然啦，月費會員就會睇曬嚟全集嘅節目。究竟嘉賓講到後面嘅部分會點樣嘅咧？等你慢慢發覺啦。